周董、JJ、Lala、宪哥、911、11月12号银杏动物的演唱会，有没有人想当我的特别来宾？打电话给我，给我一个 message。最好是8月之前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就懂，没关系，不要给你们压力了，我知道你们每个都很忙。还蛮紧张的，但是非常感谢一汽跟宽宏公司对我那么多的自信。其实我知道要开演唱会之后，说真的，我有几个噩梦，对，因为梦到在那个小巨蛋，两个人在二楼，三个人在右边，四个人在前面是我妈妈、爸爸跟弟弟跟我老婆。但是我现在有点有自信，然后就希望那一天我真的可以好好表现，然后唱歌给大家听。对，那你们觉得呢？谁可以来我的？刚刚就出现在荧幕上的，对啊，那些都不错啊。不错哎、欸嗯。对啊，杰伦、JJ。我会问。我不会问，我有点怕怕的。他们也都忙啊，所以其实，对，就看看吧。还是你喊话一下。周董、JJ、Lala、宪哥、911、11月12号银杏动物的演唱会，有没有人想当我的特别来宾？打电话给我，给我一个 message。最好是8月之前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就懂，没关系，不要给你们压力了。我知道你们每个都很忙，但是我非常感谢你们。给我这个影片。还是除了他们，你最想请老婆上去当嘉宾？我老婆，我也问他，他说 no， 所以那个也不行。所以你一直在被 say no。对，对，所以我们看看当天吧。那他当天有没有机会就是来看你的演唱会？老婆会了，对他一定会来支持我。然后上次金曲奖他没有来。啊，刚刚好，因为我也没有得奖啊，所以啊，
才开始 OK 了，对。因为刚刚自己说蛮紧张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是第一次公蛋比较紧张，还是求婚比较紧张？还是这个买票比较紧张啊，对，求婚是我知道，他爱我，所以比较有自信啊，演唱会是，我2006年之后都没有看到我的歌迷朋友们，你们音信到哪里去了？对，对，所以就有一点点紧张，但是我相信，这个星期六，秒杀。那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表演要给歌迷看？特别的表演。你比如说跳舞不会，我不会跳舞的。拖有可能要到现场要看。现在最有自信的是身材吗？也不是，还是我的喉咙，我的声音，第二个是我的身材。对，跳舞是不太有自信。我完全没有自信。我之前拍了一个 MV， 然后是跳舞的，大家可以去网络找一下，哎，还是不要找，但是我拍完了这个 MV 的时候，马奇大哥跟我讲，你以后不要再跳了，对，所以不会跳了。那如果这一场秒杀，有没有机会再加场？希望，很多歌迷朋友也说，可不可以在高雄开啊，或是别的地方，我先好好做这一场，然后我们一起看看吧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